日月潭小作文化发展协会开班来培训着导览员，要把这个小作上届正统的部落的文化甲传送落去。水母系社会什么社会呢？女的当家，男的必须入赘嫁。过去在日月潭的游艇导览员在很多游客面头前传达错误的小作生活风俗。我把当地的族群或者当地的景点，哦，当地的风俗民情。啊，把它做这样的一个低俗，而且甚至有污蔑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为了维护这种代志，阁发生小作文化发展协会开办导览师资培训课。邵族的文化时常被人家误解，那我们邵文杰有感于此，希望培育一批正确的理解邵族。他一些文化渊源，因为日月潭是观光地区，希望会当透过这摆的专业导览师资培训班来提升导览的专业能力。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